咱要要求，搁一点就是，针对教育部，即卖呢要甲即个国语推广委员会甲降级，即一点呢咱嘛欢迎，因为目前呢国语推广委员会，伊主要是推动原住民的话、客话、台语甲华语四大四种语言的一个推动，是目前唯一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单位。咱希望教育部袂使甲伊降级，甚至应该爱甲伊提升，变作台湾的国语推广委员会，提升甲升级，搁改名做台湾国语的推广委员会，来重塑咱台湾即个语文的推广的一个工作。这是咱今仔日召开即个记者会的最主要的一个诉求，也就是要兴咱台湾语文教育馆。这是长久以来台湾拢一直受到北协的一个教育馆。啊！伫世界联合国，伫2001年，伊有宣布一个文化多元性的宣言，包括有200多个 NGO 的组织，甲国际笔会，伫1996年嘛宣布一个世界语言馆的宣言。这两个宣言，拢一直呼吁世界各国爱保障、保护，互恁国内底的遐较弱势的语言文化，爱受到发展，爱互伊有教育的权。咱就是根据这要来要求教育部，把咱应该有的台湾语文，包含着原住民族语、客语、台语，应该有的受教育权，爱填予咱认证，予咱有一个基本的人权。接下来呢，咱会先来演一出行动剧，来表示咱对目前呢教育部北协着咱的教育权的不满。啊，咱先来请做行动剧来出。台湾移民教育权，
台湾语文教育界，另外台湾语文教育圈，另外台湾语文教育圈。八哦，原住民八，做啊变做国家的四大语言哦。啊，大家人家就四大族群都平等哦。啊，客家话对以前我被本消灭，客家文化被消灭，如果有好、哦、有几批个发展起来哦，客家都因本地的厉害。看到这个公共蔬菜哦，捷运哦，做啊有个客家哦啊的客家哦，原住民话的。哦，嘅公布哦，所以大家都要管理啊咧，啊而家咧，教育部哦，未翻到联合国咧，诶宣言哦，未翻到世界潮流，见到咱海内本人嘅哦，也台湾所谓所讲嘅台湾咧，客家也客家话，也系印度人话哦，我感受哦，啊为了上面，假如介样话员工啊无吼，电视吼对面嚟听无哩啫，但是吼、哦，我感觉讲，今日。大家在教育部的头前来要求这个教育权是极大的讽刺啦！在台湾这个土地来要求讲台湾话吼和台语爱学习，啊，这嘛足讽刺啦！这是哦，族群语言是族群，啊，你爱尊重族群，啊，尊重语言，啊，这本来就是安尼，靠讲什么？跟阮台湾人相共，叫做一党独大，一党独霸，无安尼嘛，爱互相尊重。但是爱来遮抗议，爱来遮争取，这本身就是足大的讽刺。因为吼、哦，台语就是咱的母语，啊，讲法实在是就是咱的国语啦。啊，所以话咱遮个足侪，包括原住民，啊，包括咱客语，竟然爱来遮声讲需要来争取，这嘛足讽刺的。这个教育部，这个马政府，唔了呢呀，最近佫要把台湾话改做闽南话了哈。讲，对，讲安较先交中国有关系啦，会记以前爱交人有关系，这是咧统战呀，所以吼、哦，最好爱互相尊重。但是吼、哦，今日大家爱来遮思想吼，就说这个教育权是无够的啦。啊，那教育权说哪像讲要交英语，吼、哦，啊，英语什么相共安尼尔哩啊？应该在生活上就是拢爱用基本的母语嘛，本来就是，就是本来安尼嘛。本来就是讲卡通啦，也是种是常用的，本来就是拢应该用的咧嘛。啊，去当然去学校内底较用去教的吼，哦，啊教台语的，啊教中文，啊教英文，哈、啊，安尼这确实对吼、哦。所以个今日吼，这个教育部吼，爱、哦、靠一个这个现代化的思维啦吼，袂使讲啊以前弄咧，啊当然以前都一直花钱啊，啊一直个压制啊。讲到实在咧，阮细汉阵吼，讲台语吼。我爱去学法字咧，讲讲什么学台语的，后迄路的，所以哦，啊，今日我交大家，交诸位讲，这应该吼，这应该爱，唔命讲伫校内底做命，伫校外口，咱嘛爱学咱的台语文吼，啊，包括这客语啦，啊，咱这个班主任咧，都爱尊重吼，咱有上大吼，啊，即马可能伫咧台语做多兵咧，即马咱有客语电视台啦吼，啊，应该爱来推广。啊，咱嘛有这关注民平台，啊说，等于说无台语，啊无台语电视台，唔是个歹代志，是应该是好的。你家己土地，等于有一个台语电视台，较奇怪啦。所以无需要一个，但是爱都大量有啦，吼、哦，大台十台拢有，安尼才是对啦，吼、哦。好，谢谢吼，感谢恁的努力。台湾语文的教育权，其实就是世界人权一环啦。咱咧重视人权，当然要重视咱的母语的教育权。啊，过去。完全台湾国语用台语，包括台语、客语、原住民语言，独霸华语。诶，正言者官员，即个土地者，会讲咱讲的台语是台语霸权，诶，什么道理？甲目前我看到的，是台湾所使用的台语，是比例是愈来愈少。普通咱电视台内底都看到的，即个官员咧讲的话。同我是咧话剧，甚至大多数的在学校内底，99.99%拢是用话剧。所以，这个争取咱家己的语言权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代志。咱期待教育部
一定要听咱台湾人民的声音，然后继续带咱台湾语文、台湾台语、客语、原住民，拢是台湾本土语言。迄个时阵，台湾才有真正的正义、真正公平。追求台湾基本的教权是咱基本的人权，也是咱任何一个人应该去追求的。你讲多少？等来吃吼。啊，正常啊，恁刚才有发报道发来讲台语啦，就当写文学啦，台语是文学。其实在座的些吼，拢是台语文作家啦，台语文老师啦，台语文学术界啦。哦，其实台语文已经吼有真侪册、真侪刊物，哦，出版真侪啊。啊，今日来吃，唔是要争取个人的利益，倒是讲做一个台语文创作者，唔是有收入未？唔是有收入未？是大家为着咱台湾人共同的理想。希望咱的母语、咱的语言会当来书写，会当来书课，会当来教育。哦，我相信这是多大大多少的利益。哦，唔是干好多话尔，好像咱大汉的是合法老原住民的法，哦，来原住民的话，咱唔是干来讲好多话，才是爱讲，咱唔是安尼吼。所以咱要求的是讲平等，哦，让讲迄个，咱如今的时代科技。我们好好开始写生字，水果以前不分我二人年啦，啊，所以咱今日创作不对，讲这么孤等不公平的教育分配，的教育分配，咱是不是要检讨？咱上面要检讨，哦，咱大家做了关心，哦，今日过去的事，过去咱嘛做不好，不过咱今日去，咱知影这款不公平。咱好爱检讨，爱投资来做，做出来。啊，今日真多谢，感谢啊，媒体啊，我们的朋友来上完吼，啊，我们大家都共同拍拼，做出咱的教育观，好，多谢。中国国民党，这是外来的政权，外来的统治，外来的侵略者，外来的侵略者把咱台湾这个土地当作伊的殖民地，所以要甲咱文化教育，甲咱奴隶化的教育。所以要消除咱台湾的文化、台湾的语言，咱绝对袂使接受。咱爱反抗，咱也爱早日把这个外来的侵略政权赶出去台湾，由咱台湾人家己来建国，家己来管理。咱已经饲这人已经饲60几年啊，在所谓外省的，在所谓中国人，把台湾做伊的殖民地。吃咱狗狗，吃咱60几年啊！咱袂使阁无出声，咱来出声，别来开。把这个外来的侵略者，赶出去台湾，伊个竟然无认为台湾，咱就甲赶出去台湾。哦，希望咱各位乡亲，咱共同来打拼，咱共同为着咱共同的家属，来创造幸福，创造一个美丽。不靠的台湾，感谢各位前辈、各位乡亲、啊、各位台语这个迄个支持者，大家好，我是台湾母语教师协会会长。啊，咱知影，咱今仔日争取这个母语的教育权，搁要争取讲上好是一节，看会当有两节，还是三节安尼上好。但是要教母语教育，爱经费也免，爱经费也免。但是恁敢知影，教育部编经费无？无。甲恁讲，无，伊用啥物经费？伊这个学校内底虽然小学有一证尔尔，但是伊的经费是用一个叫做268综合的补助经费，互恁学校用，随在你用一个月20000几块，差不多20000块尔尔吼。这20000块你也会使请母语老师啦吼，一证，也会使请电脑老师啦，也会使请音乐老师啦，也会使请体育老师啦，甚至迄个行政人员伊嘛会使请啦。所以大部分的学校无咧请台语老师，请台语老师的学校即马是变占少数尔尔啦。台语老师一节40分钟，增减费320块，人伊320块唔愿开，要安怎开呢？你请代课老师，代课老师哦，台语不要讲外紧，伊干那研究36小时，伊就有资格通我教台语啦。你若研究36小时英语，你会使去做英语老师袂？恁来研究36小时华语，你会使去做华语老师无？这会使讲创造台湾的金色纪录就对啦。36小时就会使教台语，袂晓讲快紧哦。这敢有这款代志是无？所以我哩才强烈要求教育部，你爱
审专案的经费，或者辅导老师做师资的经费，安尼才对。上无嘛，就爱比较讲，即马原住民老师人伊那一学生伊就会使开课。不所谓好，只要你有报经费来，我有请老师，我无条件，无限制金额，我教育部拢资助啊。即占所有教育部的钱经费，会使讲足少足少，九牛一毛尔尔啦，吼、哦，高价有一毛尔尔啦，吼、哦。所以我强烈要求讲，教育部爱专案的经费补助这个母语老师的这个经费吼，安尼咱才有法度正式来推动，不是干那一节，还是两节，还是三节安尼，经费上重要，无经费，啥物拢免讲吼，多谢。我是台湾母语教育协会理事长张淑珍。其实啊吼，咱才有发现，去年到今年的时阵，已经做百年吼，今年百年。是真无吉祥的一句话吼，伊百年前开吼，乌白开到遐济，就是咱本土语言的经费，像咱拄啊，迄个台湾母语教师协会理事长讲的吼，就是无要互你啦。啊，伊即摆吼，即、這个马政府伫本土也是甲台湾有关的物件，就是无形中一直甲你念掉，一直甲念掉。吼，为咱讲，本来台语变台湾闽南语。变闽南语，这个台湾都甲你念掉的。啊，这个经费几年以来嘛是拢拄啊咧欠胖啊，即摆就甲你削一直扭掉的。啊，阮伫阮会员足济伫这个第一线咧教，嘛会感觉讲有可能就差不多要无去啊。啊，所以像咱南市啊，你呼吁的就是讲体会政权，才有咱家己。本土意识的这个来行动来争取啊！以上，我大家互相勉励。大家好，现在台湾，他假设上三个区表，去年迄有三个钱，现在有新多年分头的公务员，对下家人来讲，也是亲母菜的事情。下家的文化按丰富，也是年年都得用母语。来接触学自家嘅文化，创作自家嘅文化，安尼文化，咱可以传下去，安尼咱嘅文化才会当传落去，而且发展出新嘅生命。语言是一种沟通嘅工具，唔过多语言语言是一种工具而已，伊是互文化有充满生命嘅重要因素。所以，我们要求教育部爱重视多语言教育和。客家文化会当发扬光大，然后学长人要求教育部重视母语，要学习本学习，根本发挥发扬光大。多谢。今朝我教会总会台湾族群母语推荐委员会的委员啊，主家要表达啊，今朝教会的观点。今朝我教会已经百多年来。每礼拜拢有十几种的台湾本土语言伫全台湾，一千几间的教会在进行礼拜甲团体做做活动。这个教会相信，只要奠基于本土，再深化再信仰，才是真实的。所以，阮坚决支持主张，过去国民党政府国语政策无推动的这个事实，造成对台湾本土的原住民。语言甲客家语言台语等等的冲突，或者本土语言性命常遭受到真严重的威胁，必须强要学游去。这个时阵，咱若还阁无站出来，毋敢相信20年后、50年后，再谈本土语言敢要存在。所以，阮第一教会坚持站伫咱兴化台湾语文教育馆顶面这立场，坚决主张。政府应该要实施正常、正当、公平、正义的台湾语文教育。以上。主席啊，咱媒体朋友啊，有伫问着讲，咱要求啊，小学要增加到三节的本土语文，即位国中甲大学拢要必修台湾语文这个部分，甲部分讲语法不符啦，我讲这法律无合啦，请问是根据倒一国的法律？刚刚，那么违反着联合国，难道我们要
违反联合国以及世界人权宣言吗？难道我们要跟世界潮流相违背吗？请问我们是根据哪一条法律说我们不能有台湾语的教育？请教育部拿出来，请教育拿出来，怎么会不能增加？九年一贯课程纲要本来就是语文领域啊，语文领域本来就是包含了华语、客语、原住民族语或是台语的部分，本来就是可以自己调整的啊，是你教育部不让人家做调整嘛，所以哪里是依法不去，依法不合，请教育部说清楚，讲明白啊。好、啊，就是说现行的法律在哪里嘛？请他拿出来嘛，条文白纸写有，而且教育部把现行的法都退出来啊。啊、哦，咱等下就要来递交这个抗议函，嘛要邀请教育部把伊法律退出来嘛。伊若退出来，咱就要来甲联合国控告，控告台湾的教育部违反着世界保障的基本人权。冲啊！对，对啦！冲啊！冲啊！继续行啦！台湾的台语文的书写有困难症，不管你是用汉字、用罗马字、用汉德，迄拢是咱台湾的语文，咱拢无反对。所以迄是单方面，伊个人咧歪错事实，咧共扭曲、共丑化。因为伊根本就唔捌迄个白话解剖嘛。哦，咱就一直讲过啊，不管你用啥物话方式，只要你是用母语来书写，迄拢是台湾的语文。不管你是用汉字、用罗马字、用汉德，拢会使啊。咱讲伊安尼听无了。还是我用外人话讲给你听。好，来，咱这个今年，咱就要来把这个抗议函递交予这个教育部，然后咱嘛要要求教育部呢，讲伊讲咱这语法不合呢，啊，到底是根据对一条法律啊？